哇，哎，你们这个节目是不是这个好事啊？因为我们是这样，我们才刚接触不，对，你知道该成团，可能会影响到我们之间的感情哦。对，那就慎重一点啊。我觉得我们这边的颜值担当呢，应该是谁呢？颜值担当潜力股杨桐吧，好吧，就是还可以在，因为空间比较大，还能展开，年龄比较小，对吧？对，还算蛮有情商的一个回答。嗯，对。然后谁拖了颜值后的也是他吧，因为他还没长开。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哦，好吧。Lady Go。不知道我刚才一直思考这个问题要怎么回答，我就看了八个人，真的很难选出颜值担当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但拖后腿的有很难选吗？是。你们为什么这么虚假？我看到他们两个在那冒着冷汗，然后就是在那就是一脸为难。你有没有掐他俩？你有没有掐他俩？刚才咱俩不是整的一哇，就是对啊，就是我跟陈顺拖了这个队的后腿是真的。那我们走了呗。但是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高级咱俩。